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。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逃得到好的？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解射那方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还是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。让他来。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步剑？长剑杀步。你是雷轰的弟子，好啊！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？好强的剑气！真的是